按分类类扔就行了，自己拿去卖这样子，没找到收的。放进去以后的话，它里面有自动称重，然后它有个积分，积分到一定额度的时候，你可以去兑换相对应的一个生活用品。方便咗大家，又唔使俾人，你想嘅价格都达唔到咁样嘅嘢啦。抗震铜点嘅存放，加埋个环卫工具嘅存放，再结合到资源回收，个新吸板嘅会融合好似资源回收箱啊、洗桶机啊。